得我们小时候就在我们这个后山啊，就一个很大棵的梅子树，我们常常放学就会去那边找零食吃。爬那棵树就为了抢那个熟的啊，因为黄的梅子就比较酸酸甜甜了。相亲相爱，我们从事这个这个种这个梅子的部分哈，就是30年了，就跟我们结婚的周年是一样的。